个。结束战斗，换地儿。这些要长去吧，这长去，对，边上的可以抠掉，里边的让继续长去吧，这不能一网打尽呀。捡轮也是个奇力活。这有吗？摸一把，摸了一个出来。只摸了一个什么东西？啊，石蛤，这个就是石蛤，我老叫它石蛤。啥呀？啊？那后边还有一波螺。哎，太小了，小了不要。喂，还有个大的。哎，我这个真没看见。慢点啊！我就怕把它撬坏了。有，肥，啊，我的肉，在这它边上抠。哎呀不行不行，手等会儿又给划破了，往这边走。这儿就可以了，是吧？这儿是不是可以？先扣了再说。哎，这是个空壳。我的天哪，全是泥啊！是不是让大家看一看？不行，这种就要上演绝技，手控绝技。好，哎呀妈呀！太过瘾了，自己都受不了了，这么多。很多朋友看见肯定也想来帮小妮一把。